他感到非常幸福。他感到非常幸福。老人回忆起他幸福的童年。老人回忆起他幸福的童年。他将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。他将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。那位老师对学生的进步感到幸福。那位老师对学生的进步感到幸福。学生们对将来充满幸福的期待。学生们对将来充满幸福的期待。